我们两天半的时间呢，收梨收了20万斤，带丹姐过来参观一下，在后边也是啊。好了，下班，太冷了。收梨头一天下雨，就等于是收了两天半的梨，这人儿都干废了。你看这个，你看，都抑郁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梨停了，不收了啊。明天睡个自然醒吧，这家伙天天早晨5点来钟起。走了，回家找嘎嘎，还带两包地瓜干回去给嘎嘎吃一下。好像陈小南来了，这个点儿还不走，这家伙，嘎嘎还没睡觉。哎，你好，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，嘎嘎，你看这玩意儿。你逮不逮？这玩意儿有点硬啊，不知道你能不能行啊？你吃不吃地瓜干？吃我给你打开，啊？今天饱了。饱了，饱了，尝尝来，弄开，给它弄开。这地瓜干有点硬啊，我估计你够呛能吃啊。你那个牙，来拿着，拿着。哈吧，都不用哈吧，不用哈吧，就这样，来哈吧。哎哎，磨牙棒真好。好哈，他现在会说什么话？什么会说？啊，你问一下来。朵朵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啊！你谢谢爸爸。谢谢爸爸。谢谢。啊，爸爸的真厉害呀！朵朵，给姐姐一个吧，好不好？我这两天忙得跟头拔似的，我都不注意他呀。会说这么多话了啊，挺好。来，拿个给姐姐吃。拿，你拿个给姐姐。拿个给姐姐吃。朵朵，给姐姐，你拿给姐姐吃。给姐姐一个。要啊要啊。姐姐也要吃。姐姐要。你姐姐要吃，快给姐姐一个朵朵。一个给。不给呀，不舍得给。好小气呀。这么好吃的地瓜干，我怎么能给你吃？朵朵，好了。好了，我就逮饭吧，我还没逮饭现在。哎呀，这个汤怎么这么大？咱家了啊？哎呦我！哇！哎呦！你逮不逮这个？逮。逮呀！说逮吃。啊，不能说逮呀！你吃不吃这个？吃。吃啊！吃。来，给。学会土话了，你这怎么整？谢谢你，谢谢。哎。来，过来跟我一块来逮饭。不是这个地瓜干，它也挺爱那个咬啊，磨牙啊。哎呀，要你动，你拉倒。你别掉下来呀！我给你逮个饭，他非要过来一块逮，你去。你去。妈呀！你去下。妈妈。急，妈妈来。哎，慢点。哎。还会爱。还会哇了，还会感慨了。还会哇吗？现在啊，哇了。朵朵，你说哇，你看着爸爸，看我哇，看着人直播跳舞呀，非得拉着人跳舞，刚才拉完我跳完，又拉他姐跳，我两天半瘦了20万斤梨呀，你帮我卖梨呀，行哈，等你过两天成两天牙呀，好吧，这梨子在冷库放两天，好。给你目标任务是5万斤，好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能不能行？我能卖上5万斤吗？不行吗？毕竟咱是业余的呀，朵朵。你能卖上多少？啊，他能行啊，我小婶也行，免费。我们齐心协力，朵朵。妈妈，加油加油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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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握拳头，这样吗？加油！哎，他主要是……你来干什么？你睡不睡觉？9点了。来啊！告诉你爸睡觉。睡觉吧，去。太晚了。去给他弄都睡觉来。来睡觉，来。走。明天再骑车。哎，这是哪么个意思？哪么说这么像？他放这个地方，他老往上爬，趴都趴在上面，我怕他掉下来。哇！哎呀妈，这趴的可利索了，现在啊。这个像。那没有办法啊！啊，他会弄，再弄一下。开车了啊！哎呦，我妹妹现在什么玩意儿都会，
话也说的会说很多，厉害厉害啊！明天玲玲去打针吧，赶紧去养好精神，明天好去打针。明天打针，我们明哎，我告诉你，我明天去干什么哈？我们明天又得去打针，你记得吗？打针。别吓唬他了，吓了今天晚上是睡着觉了。他能听懂吗？彩啊，睡觉去吧。我得休息了，听见吧？挂了。关于我跟阿霞呀，姐姐们，哎呀，很遗憾的通知大家，我们，哎，没离呀、啊。但是现在我们有离啊，我们开始收离了啊。这头两天我不是去趟成都嘛，跟一个好大哥聊天，好大哥也是关注我们两年多了。完了给我提了个建议，说走哪呀，带着他，让他跟着我一块儿工作，让他知道赚钱的不容易。所以呢我合计就我们最近的干的活不行，就带着他吧。这今天早上我6点出来的，他就没起来，我说大脸蛋要过来，大脸蛋给他烧过来吧，啊，让他体会他老头子多艰难呐。这每天你不能回家就拉个大脸给我看，我本来我都够累了哈。来体验吧，我们现在准备在这儿迎接他，现在已经快9点半了，还没来，就在这眼巴巴的等着迎接。忘了，应该去做个横幅啊，欢迎少奶奶莅临指导啊。你看坐着 BMW 就来了，这一天我们在这个村呢一共是设了2个点啊，这个村啊叫柳家，这是我们这个地界形势最好土壤最好的这个产区了啊，所以今年我们就在这儿搞。哎呀你逗的呀。没有拍你。这下雨又干不了了，今天收工吧，不行。这雨一直在下，地都进不去啊！哎，还有点撅，还有点不行，我感觉不行，撅了。下坡不行啊！下坡。今天收了总共不到2万斤。好得意啊！他们装完车了，这个雨呼呼的下，然后又送来一车，收完这车今天收工了。你看这个，坐在叉车上的感觉真好。看年底就给我换这个车型了，行，好好实用啊，好嘞，换帕拉梅拉了，好，大脸丹这个卖货能力属实可以啊，兄弟们，大脸丹从今天开始，正式上咱这儿来上班了啊，这个饭店暂时让他老头子先看着，因为还没转出去，对，今天已经结束了，回家早赶赶晚。赶紧我回来了，赶紧往这儿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哎呀，怎么是那个胳膊啊，怎么还不会走路，还咋死，怎么是不会走路，你要抱你吗？哎呀闻着，来还走路啊，嘿嘿嘿嘿，往哪走，往哪走，喵，今天不易啊，知道吧，我也不知道谁给设计的这个头型，你这接收信号吗，这是啊，你看你这个头型，嘿嘿嘿嘿。